接下来就是整理。来，请问停车站借问电解水正极产生什么？就是我们让你背的，我讲过帮你整理，就是你要背的事情。这个人叫做28。电解水正极生谁？正极产生氧，请坐。问你负极产生谁？负极产生谁？啊，对不起，问你半反应式。还有两个半反应式，请你现在，最好讲那个我喜欢的那个，但是你也可以讲另外一个，你讲这就好了，讲这就好了。来 ，Number Five， 霹雳五号。正极半反应，重来。前面重念。你说你念的是那个课本放那个，那课本放那个有好处，但我后面会告诉你。我给的是我喜欢的这个啊，可是这个少掉个好处，以后再说。然后请问你负极产生谁？负极产生谁？正极，负极产生谁？二三，水，负极生谁？水啊，负极生氧哦。刚才正极是氧还是负极还是氧啊？啊？不是正极，负极产生氢。那你会想想？不是氧。半反应式，半反应式，半反应式。十二号，十二号是在半反应。你说氢离子变成氢，一谁在正极，谁在负极？二正极半反应，负极半反应。三颜色变深还变浅，浓度变大还变小，质量增加还减少，那基本上都没有，都没有。然后再来，我跟你讲过了，我在这里教的东西都要用什么电？我在这里教的东西都要用什么电？的都一样，这每个都一样。来，下一个美女，这个叫做三十一，三十一谁？要用什么电？直流电。你坐，要用直流电。我这里教的什么电解啊、电池啊、电池产生直流电，要教什么电解、电池都是用直流电。其他注意事项，其他注意事项。电解水的其他注意事项就是，我这里面加了一个玩意帮助导电。我们上课、我们做实验的时候，我们加了谁帮助导电？我们加了谁帮助导电？我们请十六，我们加谁帮助导电？氢氧化钠，我们加氢氧化钠帮助导电。好，就是告诉过你，这些就是你要背的事情，你给我把它背好就对了。OK， 就是有关于电解水的整理。有人问题了，没？好。